擦完了，那你们之后离开记得电风扇和电灯记得关哦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就随便看就觉得还不错的贴文啊。还不错的贴文？对啊，像你看啊，脸书上都会有人分享这个。真正的爱不是谁说了就算，而是应该一起哭过、走过才能永恒。你不觉得这很棒吗？还有押韵。这哪里不错啊？前后好像没什么关联啊。你看不懂吗？我觉得很有道理耶。超多人按赞，还有3万多人分享哎，好，不然再给你看一个，这句，所谓的长大，就是相信的关系变少了，你不觉得这个也很有道理吗？你们还不回去哦，我要锁门了。等一下吧，阿伟在做什么？你干嘛？刚才王志明老师叫我帮他发的，一张桌子一张。啊，这个是要做什么？不知道哎，老师叫我发就发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好，我发完我要回去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回去要写心得跟拍片。没有拍片吧？那有写心得吗？有啊，就刚刚不是。没干嘛，我在抓头发。你抓头发要干嘛？这样比较有立体感啊，头发塌塌的比较没有层次。那你等一下要干嘛？吃完饭就洗澡吧。你看我这时候抓起来是不是比较立体感？好像没什么差哎。应该是角度问题吧，来，你过来这边看，应该比较有感觉。有比较 3D 一点啦，你看吧，发型师叫我抓的哦，上次去剪600块才剪到的，还有售后服务。是啊，好啦，那我回去洗澡了。好，你回家小心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小雅说，她不知道在干嘛。阿仁说他不知道在干嘛，凯浩也说他不知道在干嘛。这样我作业怎么交啊？喂 ，BB， 你现在在干嘛？没干嘛，刚打完喽。那陪我聊天。好啊。要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在发补习传单啊，然后我看到一则网络新闻，在说一个老师
违法兼课被抓走了，然后那个人好像是我们老师哎。如果老师被抓走了，我作业心得还要交吗？不想写就不要写啊，是什么作业？哦，他就说要我们写什么，要知道自己在干嘛。那你明天要干嘛？啊，明天哦，明天我想去山上走走。振兴，罗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我才问你嘞，你一大早跑来山上干嘛？对啊，就无聊来山上看看啊。是哦，这样棒多了。怎么棒多了？你不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吗？可是王志明老师，你是说那个王八明？对。只要准备抓了吗？我好像有看到。我跟你说啦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们的社会就是有太多像王志明那一种漂离不一的人。我们台湾每天都在看那些垃圾新闻，不是吗？那你今天上山干嘛？我来呼吸新鲜空气啊！你看那些都市的空气污染啊，厨房的油烟啊，汽机车排放的废气啊，老实说，有谁受得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我完蛋了，一切都越来越荒谬。我不知道小雅在干嘛，我不知道阿仁在干嘛，我不知道凯浩在干嘛，也不知道志明老师在干嘛。我更是不知道伯伦到底在干嘛？我开始相信，我一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那你在干嘛？
你要看吗？